个比五零七零确实快蛮多的。对。灯光很暗呀，你在屋里还蛮大的，放光可以放，其他地方就暗，对吧？我这个角度很暗。这样好多了，那快拍电还没想过。走啊。因为我们能用微信查钱，我看一下，这个稍微缩小一点点，这个对吗？这个行不行？你这纸箱呢？啊，这是压槽给裂开了啊，是应该调太深了。